Swiss, may I have your sign, please? Okay, thank you. On this sign here.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 for the ass, please enjoy. Okay. 好，我们今天的晚餐。哎，它很快耶，感觉十几分钟就送来了耶。我们今天晚餐就在这边吃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，哎，晚上的几点啊？里面有虫哎，里面有一只蚂蚁。那边这边床上有一只虫。嗯，把虫捏起来就好啦。这边它有虫是很正常的。蚂蚁到处都有哎。对啊，一只而已吧。它爬，刚刚爬到盘子下了。没有，就一只啊。没有，那边还有一只，这是另外一只。下面。嗯，好多蚂蚁。好，不知道去哪。下面没有蚂蚁了，没有蚂蚁，剩这只。好，好蚂蚁，算这边是很原始的。这边它还附一个假花。还有个假花哦。对，这是我们点的鸡肉沙拉。我们刚才好像签账单的时候看，这两个好像加起来是大概八九百。那边蚂蚁还活着。这边蚂蚁很强壮，对，蚂蚁很强壮。这边还有一只，这边还有一只，赶快、哦！这样子我都搞不清楚，这到底是不是蚂蚁？不是啦，那不是啦。好，赶快告诉我哪里有蚂蚁，不然晚上它可能会咬，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咬我们哦。它餐具还附蛮多的、欸，这个是 chicken wing， 就是好，我觉得不需要那个。我们要来吃晚餐。我们今天晚餐洗手再来吃。好，等一下，先把这丢掉。这边有垃圾桶，然后。我们有办法弄出四个位置吗？嗯、这个，这边要做形状的，嗯，有一个圆形的，这边有个圆，这样两个，那还有一个，你可以一个人坐船，没有啊，一般这个拉得过来吗？那个太大了，啊，这个不行，你可以坐行李箱，啊，算了，我坐床啊，我坐床，啊，我们还有啤酒加菜，我们今天其实晚餐是非常丰盛的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个是 Caesar salad， 然后加了一份鸡。哦、然后应该反正两个加起来就是八九百啦，这个是鸡翅，重点是我们还有四盒亚航头等舱，算了不要乱讲，就是亚航一般餐，一般就是加的一个套餐啊，就是这个、哦、这看起来其实蛮好吃的、哦、而且其实我们四点多才吃东西的，所以不会太饿哦，还外面还有一个椅子哦，诶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起吃了，然后提醒各位啦，讲实在，这边啤酒超级贵，它啤酒贵的程度是一瓶160还170块台币，就是又没有每个人像你有一样的东西。可是、哦、又有蚂蚁，要赶快把它杀。姐阿优开一下门，他拿被子来。赶快要杀死哦，不然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就……然后这边我跟妈咪的啤酒，哎呦，妈咪，阿优你洗手没？还有妈咪说还没洗澡之前不能躺在床上，然后……你有洗手吗？有。你肥皂我就没开啊。我洗啊。你有用肥皂啊？对。好，拿一下我的脚架。每个人只有一份。对啊，这样子每个人有一份。欸，我们这样晚上很丰盛欸，就是亚洲航空的餐点配上饭店的餐点，这个我先放在这里。非常的丰盛。
然后这边的网速啊很慢，我刚才在上传今天一些生活影片，就发现超级的慢。好，先去洗手。你躲在这边做什么？有没有开灯？开灯。好。哦，这个。这里。哦。这包装好像是 ASOP 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啊。很像，对不对？啊。这个会掉下来。这个会掉下来。刚才我女儿已经掉下来好多次了。再用这个小毛巾，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好了好了，吃饭了。还那个航空餐还是热的，对不对？微热。微热。还微热，很厉害。微热。还微热的。你看我们多好玩。我们超好玩。我去拿我的书跑了。我还有书跑。你的书跑喝掉了，你在飞机上喝掉，你忘记？两瓶。哦，你有两瓶哦。对，还有两瓶。那所以，还有冰烫，阿优不要踩在床上。我喝这个比较便宜，那时候买的，所以提醒大家，那个要记得买啤酒，喜欢喝啤酒要在机场买啤酒。嗯，其实也不一定要在机场买啊，因为反正他又不查，你可以在外面拿，不一定要在机场。国内线更难讲啊，一般。在箱子里啊。放很多食物的那一边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好不好吃。哦，好。你说哪一个？这个很素，对不对？嗯、很素。对啊，因为它就是写它是一个素餐。很素。所以它因为我没有配肉啊，哎，你吃看看它的肉好不好吃？它是会辣吗？我不晓得。它写蜜汁。对。哦，可是这看起来很咸呢。我要咸，还好。对。可以配饭。配饭刚好。就这给你吃啊。你看看没有没有，不是那里有另外一箱一整箱我们装买在巴厘岛买的东西。嗯、好，你可以拿一点酱，然后蘸到饭里，应该会比较好。我吃看看好不好、嗯？可以，很正常。哇，这小孩子可以哎，很台味。对，然后有找到吗？就多少人？我去找一下。你去找一下。没。帮我拿一下那个放骨头。好，我帮你拿。嗯，好。有啊，这个鸡，这个不会辣，这个真的不会辣，而且还蛮好吃的，就是它就是有点那种三杯鸡的味道。然后我刚才找资料的时候发现，其实我们还是会出去啦，可能因为我们明天是一整天的行程，明天不会出去。可是其实附近有一条街，还有星巴克，那我们可能利用后天，在问饭店怎么到那边，造成好像我印象中他有接驳车，我印象中有还是我记错了？你可以问他，我在问饭店。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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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不抓抓抓抓不抓，肉好吃吗？哪个肉好吃？这个你们会喜欢？这就正常的。然后这个我吃一个，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。那个蛋看起来很厉害，可是枝突袭骨头。你知道那些枝要干嘛用的吗？那、欸、它的那个搅饭的、啊，对。就配那个饭，真的很没有味道。它这个 C 沙沙啦，很就是很标准。拿一点汁，然后放在你的饭里。这边肉汁饭。你要试试看这个鸡胸肉吗？好吃吗？微干，很像爸爸买的那个。微干吗？一包一包的那个。我觉得爸爸的比较好吃。我买的比较好吃吗？妈，我们吃这个蛋好了，这个蛋有点生，我们一人一个。嗯，好。
他们不要吃这个蛋好了。这个蛋对，哎呦，你弄到外面来了，你滴到外面来了。嗯，下去，让你自己夹好了。好，饿吗？对，好啦，这就是我们的晚餐，这应该算是宵夜吧。我们吃过下午茶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四点多在飞机上有吃，现在是吃很好吃的下午茶。对，他们超爱吃亚洲航空的飞机餐的。各位，拜拜。拜拜。